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明轩。OK， 听说最近网络上很流行撩妹，但是不得不说，虽然说我是个臭 gay、臭 bitch， 但是呢，我在江湖上还有另外一个称号，就是撩妹达人。你们也知道，以我的美色是不可能会失败啦。好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丹妮，我刚不小心弄丢了一个东西，你可以帮我找一下吗？什么？我们两个人的结婚证书，我弄丢了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不好意思。丹妮，你知道我本来姓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本来姓吴，可是遇见你，我幸福了。丹妮，是啊。你是什么血型 ？B 型。错，你是我的理想型。丹妮，我刚叫你帮我点的东西怎么还没有来？到现在都还没有来。什么东西？我们的未来。丹妮，是啊。你家是不是做畜牧业的？不是。那你怎么让我小鸡鸡长大？我想你应该很累了吧，休息一下。哎，请问我刚刚那句话前面三个字是什么？我想你。我也是。谢谢。我是不是很会撩妹？好吧，他听不懂什么是撩妹，不好意思。影片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就喜欢，不喜欢的影片就滚开。拜。耶、yeah!。